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睇有线快讯。咁我 Austin 来访，我系 Christy 陈嘉丽。咁今日系5月30号，星期五。系啊 ，Christy 啊，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沙漠呢？沙漠梗系去过啦，超爽啊！但其实沙漠咧，除咗有干旱嘅一面啦，其实佢都有时候会遇到一啲招逢生机嘅时候。真嘅？咩时候啊？如果你都想知嘅话，就要收睇跟住嚟呢一个节目啦。喺有线第53台国家地理野生频道，晚上嘅10:30将会有克拉哈里沙漠，嗰度系一个非常神奇嘅沙漠嚟噶。克拉哈里沙漠横跨纳米比亚、波扎那同南非三个国度。呢一片广大无限嘅沙漠喺马卡迪卡迪盐湖盆地附近，就有住一片广大嘅草原。虽然呢个由雨量同温度嚟睇，呢一片草原都有点不名副其实。不过过咗一阵大雨之后，呢个地方竟然呈现住生机蓬勃嘅景象，亦都令到饱受干旱嘅动物可以得到天然嘅甘露喜悦。Miss Bean, her flighty daughter, Harry, the loyal babysitter. Christia, 你喺度做紧啲咩咧？我喺度玩紧游戏啊，唔好阻住我啦。游戏。咦 ，Austin 啊，其实咧你有冇啦？感觉到咧，其实游戏里面咧啲坏人都好惨噶。有几惨呢？因为佢哋成日要被人打咯。哦。有冇谂过咧？其实佢哋都好想做翻个好人噶。首先跟住嚟要介绍俾大家，今晚10:50有线40台 Fox Movies Premium 有《无敌破坏王》。《无敌破坏王》生活喺一个80年代出品嘅低精度游戏中，佢嘅设定身份系一个反派，每日嘅生活就喺游戏快手阿修中大搞破坏。其后由玩家操作嘅英雄人物快手阿修会及时赶到进行修补，赢得奖牌，包揽一切嘅荣耀。身为反派，破坏王厌倦咗自己嘅生活，眼睇住阿修被胜利者嘅光环围绕住，自己却一日复一日喺无趣嘅生活中。佢终于决定要改变，单纯嘅佢以为只要自己亦都可以得到一块奖牌，就可以摆脱反派嘅身份。于是某一日在游戏厅执笠之后，破坏王偷偷地离开了自己的游戏，前去闯荡其他的电子游戏世界。Fear is a four-letter word, ladies. You want to go PP in your big boy slacks? Keep it. 在跟住落嚟，要为大家介绍一部非常之经典的文片。有几经典啊？有几经典呢？经典到你同我同你都非常之怀念的一部电影。这部就是由哥哥主演的，在有线第45台卫视卡式台晚上的11:30将会有《新上海滩》。年轻军官许文强，他在逃亡路上被日本的特务击服堕海，他在漂流到外滩岸上的时候，身体已经不知晕倒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丁力路过想将他救回的时候，但是他就因为旗下的意识就使用了武力，两个人亦都因为打斗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好朋友了。到底跟着来的剧情会发展成怎样呢？李哥，你不要进去，火太大了，别管了。澳门有线电视 Channel One 以及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，逢每个交易日的固定时段，我们将会为你提供最新的外汇牌价，为你带来第一手外汇资讯，大家就千祈不要错过了。澳门有线电视自首次直播立法会全体会议之后，市民反应热烈，所以我们为大家制作特别节目议员讲坛。在每一集，我们都会邀请到立法会的议员和社会各界的人士来到现场，一起讨论当下最热点的时事，立法会最关注的议题。逢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晚上的8点，观众就要记得锁定我们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的议员讲坛。为了方便观众收看，节目将会在24小时不同的时段入面播出的。又到了今个星期看电视有奖中电话竞猜游戏6688300005了。今个星期的问题就是，世界杯到底会在哪里举行呢？是啦，知道答案的朋友就要快点打电话来6688300005了。只要答中而被抽中的朋友，就有机会获得由城市酒庄赞助的精选红酒一支的了。好啦，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，拜拜。